微量吸管用来吸取微升 microliter 的溶液，是生化实验必备的工具。微量吸管的构造，上方有一个主按钮，有时间做体积调整钮，旁边的剔除钮用来将吸嘴剔除，中间的数值显示框会显示目前吸取的体积，要留意数字所代表的位数。下方的吸嘴插头用来插上各种可抛弃式的吸嘴。微量吸管的选择，常用的微量吸管有四种类型，分别是 P10 是用 0.5 到 10 microliter， 配合最小型的吸嘴使用 P50 是用5到 50 microliter， 配合中型的吸嘴使用 P200 是用50到 200 microliter， 也是配合中型吸嘴使用 P1000 是用200到 1000 microliter， 配合大型的吸嘴使用，请依照实验需求准备。操作分身实验时，吸嘴要先经过灭菌处理，并在吸嘴盒上贴灭菌指示袋以示区别。微量吸管的操作口诀：吸一放二加拖拉。现在以 P200 为例，逐步介绍操作的方法。第一步，请旋转微量吸管的体积调整钮，调整到预吸取的体积，要特别注意位数。第二步，请用四只手指握住管身，按钮交给大拇指来控制容易的吸放。第三步，打开吸嘴盒的盖子，插上吸嘴，旋转一下，以确保密合。然后盖上吸嘴盒的盖子，避免落尘及污染。要注意，如果用敲的是错误的习惯哦。第四步，轻轻的压下按钮，感觉有阻力时即为第一段。再用力按到底时为第二段，可以练习几次，直到熟练为止。第五步，取液时尽量保持吸管的垂直，轻轻压下按钮到第一段，将吸嘴进到要吸取的溶液之液面下数毫米。第六步，缓缓放开按钮，注视液体被吸取到吸嘴内部的情况，直到按钮完全放开，并等待1到2秒。液体不再上升为止，这时才可以将吸嘴沿容器内壁拖拉一下后离开液面。拖拉的目的在避免带走吸嘴外面的残液，会影响到准确度。吸取过程需避免产生气泡，必要时吸管跟着往液体下移动，以免吸不到液体。也需要尽量保持吸管的垂直，防止液体倒流入吸管内部，损坏零件。另外，不要将吸嘴尖端接触到物体，以免造成污染。第七步，将预加入液体的容器稍微倾斜，让吸嘴尖端接触其内壁，然后缓缓按下按钮第一段，排出溶液。此时会有少数的液体因附着力残留在吸嘴尖端，因此施力按下按钮第二段，排出残余液体，并将吸嘴沿容器内壁拖拉一下后离开容器。第八步，在空气中将按钮完全放开。注意，排出液体后，若吸嘴仍插在容器内，此时将按钮放开，会造成倒吸的困扰。第九步，对准吸嘴废气筒，按下剔除钮，将吸嘴退出及抛弃。第十步，使用完毕后要立即插进，并将体积调到该型的最大值，避免内部零件弹性疲乏。微量吸管的保养，微量吸管需要定期校正，以保持准确，提高实验的可重复性。简单的测量方法是：吸取定量的水称重，重复3次，计算其误差。特殊溶液的吸取，吸取粘稠液体时需放慢速度，也可以先调配成较稀的浓度再做吸取，或将吸嘴开口剪大一点。或你也可以按压至第二段吸取，而只释放第一段的量。吸取有机溶剂时，可以先放进溶剂内吸放数次，增加附着力，再真正吸取所需要的量。现在我们示范一次连续动作。
以上就是微量吸管的操作，感谢您的收看。